们希望我们的这一次的罢免案啊，能够并在828的公投。那我们今天带来了32,310份的联署书的正本跟复印。那其实这段路走过来，真的很感谢大家，因为我们除了募集之外，我们在造册的部分，因为造册会需要筛选、整理、复印、造册、编号，所以其实花费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罢免团体在有限的人力跟资源下，我们在评估之后，先把我们已经完成的造册完成的32,310份联署书先送交审委会来审核。那我们接下来审查的时间还有40天，我们会陆续的把我们手中还有的7,000多份陆续的造册完成。那其实也很感谢所有的我们的志工跟我们关心的各方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在最后的这两个星期全力跟我们的志工大力的走上街头，那也有各方的好朋友帮忙我们，让我们在最后的这两个礼拜陆续又募集了将近10,000份。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遇到所很多的压力，那也遇到很多的抹黑，但是因为大家的帮忙，因为我们努力的走上街头去澄清，让我们很多志工及很多路见不平的百姓自发自动的带着我们空白的联署书去跟我们台中第二选区的乡亲们募集，所以才能让我们能够这么快的去冲破门槛，